家都听说过共享单车，但很少有人听说过魔族猎人。今天呢，我也变成魔族猎人，跟大米一块去打猎。我们打算分成两组，一组进行举报，然后另外一组进行把车子给移出来。那我先进入到举报组。好的。这是我们刚刚发现第一辆，第几辆，反正很多辆违反的车。举报违停。然后扫描二维码。拍照就是请拍摄违规停车照片含周围环境，这一步我们称为取证，主要是体现违停的环境。停这些车的人是不是也会有些惩罚？举报一次他的违停是扣20分。20分？对，当他的积分低于80分之后，他的用车费用会从1元半小时提升到100元半小时。哇哦！不会停了。我已经被咬了，像我们店都会带这种。我已经被咬了，因为不然的话，这露着肉的地方全都砍了。还有一个小扇子。那我们为了提高效率，就是我们在往外移车的过程中，可以骑一辆车，顺便再带一辆车，就一次移两辆车出来。哇，像我这种骑车技术不行的人就完蛋了。对，所以这属于我们猎人的高深用法，是我们的终极大招。当有那种故障车，就是无法开锁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开一辆可以开锁的车，然后将另外一辆车放在这辆单车上面，一起给它推出来。这就是纯时光的69。我觉得这做这件事就有一种正义感吧。既然是要这么做，那可以做得更专业一点。你能违停，我就可以举报，我就必须让那些违停的人知道有人在监督他们。我们是以游戏为主，以游戏为兴趣，有以兴趣聚集在一起的一堆人，这样我们可以更很久的坚持下去，而不是说如果说谈道德啊，谈功德的话，有很多人会对道德这方面有所失望嘛。而且这是中国自创的一个新的模式，也代表了中国在这方面是走在了世界前列的。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做好这个事情，不要把它搞砸了。今天跟他们打猎玩一场，发现确实挺好玩的。我也很喜欢他们这种以游戏的心态去做这件事儿。让我比较敬佩的是，他们这种对规则的尊重和追求这种契约精神。最后，希望他们能无懈可击。